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出发吧。嗯，去吧。大娘走了。嗯，保重啊。后面有人。魏大哥。我跟你们一起走，我可以保护你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保护不了他？你不敢杀鸡，我敢。魏大哥，你回去吧，我们两个可以自己保护自己。我说过的，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我要报答你们。我力气大，我可以帮到你们的。怎么样，魏老二？哎，在外面单靠蛮力活不下去的。你们聪明，所以我跟着你们。我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魏老二，嗯，你能把那棵树拔起来吗？那棵树？嗯。可以。你说他回去了吗？无论他回不回去，都是他自己选的路，咱俩就别操心了。你捡什么？红果种子，你不是爱吃吗？回去种给你吃。我在外面从未见过这种红果，会不会只有这里的土才能种出红果？有道理啊，那就带点土回去，一定能种出一样的味道。哎，咱们打个赌吧，要是我种出来红果，你就嫁给我。不赌，我不嫁人，我只招赘婿。哎呀，那我家恐怕不同意啊。除非你先立个字据，以后吵架永远先认输。你不是说了愿意永远输给我的吗？我是愿意永远输给我的王妃。骗子。好了，等回了青州咱们就成亲，反正青州那么远，父皇也管不着。等你种出红果再说吧。你刚刚不是说不赌吗？晚了。青州。